出现非常重。那英国的选手确实是很顽强啊，拳很重。这个时候谢雷现在是想进行一种体能的调整，体能调整。他在退射的过程当中觉得调整体能，双方都是一种技术动作，因为双方把投手都防守非常好。对。哇，这个好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变化，继续。哦，刚才那个战术变化非常好。这才是自由搏击。啊，这场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啊，确实体能上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啥？这个谁？这个英国的选手压的真的是太好了，压得太紧了。这种压迫式打法，把谢雷的这种体能消耗的很多，消耗了很大。但是这个他的体能啊，越这样其实越这样压，他转移主重，他越不累。嗯。啊，完全在他的节奏里边，是他就很顺，他就消耗了不多少体能。因为他知道我出完动作之后，我就做防守动作，知道你要怎么打，对，有预判力了。有预判力了。今天这个英国的莱弗克森体能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哇，太过瘾了！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因为这种的击打的这种节奏。非常快，频率非常快，就是对两个运动员的这种技术啊、体能的要求就非常高了啊。如果说有一方弱下来，立马就结束这比赛了。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求非常高，对双方的要求非常高，一瞬间都不能这个弱下来，一旦弱下来就比赛结束了。嗯，就所以说今天比赛这个节奏那么快的原因，双方都渴望这场比赛胜利，所以说这也是非常渴望。我们说渴望，没有，对我就进攻就。一份进攻感觉吧，我压着你，完了之后翻动作，这个反击你，会非常快，啊，对胜利中渴望，太强烈了。Excuse me, excuse me, doctor. Excuse me, excuse me, doctor.观众朋友们，林峰环球世华争霸赛走进安徽淮北男子67公斤的比赛，中国的谢雷同英国的莱弗克森比赛第三回合开始了。哟，你看到英国的这个克莱格尼克森，这也是我们所见到英国选手这个实力最强的一个，实力最强的一位，在我们5轮比赛擂台上。因为谢雷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了，但是今天谢雷也确实碰到了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啊，确实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确实打得也不错。我们之所以说这个英国的克莱格尼克森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个自由搏击，在我们擂台上是最强一个。第一，在场上的压制感啊；第二，代表出拳的速度很好；第三，拳的组合真的很好，很重啊，拳的重。今天双方打出高水平。哦，这个勾拳。现在在这个尼克森在调整体能的情况下，这个谢雷要抓住机会进攻，抓准从后手的重拳。啊，后手重拳。两位选手体能消耗都很大。对，拼得太凶了，双方今天。现在都在咬紧牙关。现在你看到没有，英国的这个尼克森体能下降，体能下降，所以现在谢雷也在下降。但是谢雷的这种体能还是在国内来说还是非常好的。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抓住这次机会，别停！现在谢雷打对方，就是两个内部让你全。就是下来之后，你头部就能秀出来了，想法是好，但是对方就撕着护着头部，不给你碰到。防守非常好，防守非常好。你怎么打我不乱，你怎么打我不乱。所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除了进攻之外啊，还要有非常好的防守。
这样才够全面，才够能够走得更远。你看谢雷是用摆拳想打进去，特别不容易。我们从今天这个英国的克莱格尼克森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进攻和防守，因为他的防守非常的强，没有给这些更多这种空当的鸟。看，啊，他说以后，其实在未来的那条道路上再走下去的话，要加强头部的防守。你看我们现在就从真的就头部的防守。那就值得学习，值得学习。好的，这边再来。今天啊，谢雷在安徽的淮北打出高水平，但他的对手尼克森发挥也非常的出色。确实，确实，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比赛。感觉不同哎，你就是安徽人哈？我就是安徽的人，因为在自己的老家打比赛嘛，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激动。今天还不够硬，因为我感觉没有打出来，因为在家里边也有一点点激动嘛，那么多观众，还是有点激动了。three rounds isn't really long enough. I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fought for longer, but that's the rules here. So I enjoyed the fight.But I wish I could use my elbows. My opponent was strong. I thought I beat him though. 死神方便，武林风神话般选手，他一路过关斩将，无数次的 KO 对手，成为中国勇士不败的神话。武林风走进安徽淮北，方便将迎来自己的第30场比赛，他能否续写辉煌，超越中国英雄王洪祥？今晚我们共同见证。观众朋友们，你也收看了由金星啤酒冠名的武林风，这里是 WLF 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安徽淮北的比赛。本场比赛我们感谢柔和种子酒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就是一场中国对泰国男子80公斤级的对抗，我们要请上来泰国的老牌拳王，他的战绩是395战328胜60负7平，有请韦先泰。请上的这一位，我相信只要喊出他的名字，现场就会自发地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在 WLF 武林风这个擂台上，截止目前只出现过两个29连胜的运动员，一个就是王洪祥，第二个就是死神方便。但是洪祥在他第30场比赛的时候迎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失败，这场失败让全国亿万的男儿掉泪。那么接下来
将要登场的这一位中国勇士，他将在今天完成他第30场比赛，是输是赢稍后就见分晓。有请死神方便。在走进安徽淮北男子80公斤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要载入历史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坐在我旁边的王洪祥曾经在武林风创下过29连胜，而